Our programs include many languages. Please log on to our program schedule for more details. suprememastertv.com/schedule. Nos programmes comprennent des émissions en plusieurs langues. Pour de plus amples informations, consultez suprememastertv.com/schedule. Nuestros programas incluyen muchos idiomas. Por favor, ingrese al horario de nuestros programas para más detalles. suprememastertv.com/schedule. Chương trình của chúng tôi gồm nhiều ngôn ngữ. Xin vui lòng xem lịch phát sóng để biết thêm chi tiết. suprememastertv.com/schedule. 加实力是一位已经得道的修行者，他自己有功德无量无边，然后他看什么人呢，那个人就有无量无边的福报；他摸什么人呢，那个人保证解脱；他踢什么人印心呢，那个人绝对开悟。 Please continue watching to find out more. Supreme Master Ching Hai's lectures are not a complete meditation instruction. Please do not try alone. For free of charge guidance, please visit godsdirectcontact.org or contact any of our centers near you. Today's program will be presented in Taiwanese, Formosan and Mandarin, with subtitles in Arabic. Overseas, also known as Vietnamese, Chinese, Dutch, English, French, German, Hebrew, Hindi, Hungarian, Indonesian, Italian, Japanese, Korean, Mongolian, Persian, Polish, Portuguese, Punjabi, Romanian, Russian, Spanish, Thai, Turkish, and Urdu. Zhu Kai Meng Ao, Kai Bing A Guan Jiong, Wa Shi Yong Ru, Nai Zhu Taiwan Pingtung. 台湾有情的民众祝福你，找到内心心情的平衡。台湾有情福尔摩沙，虽然是一个小岛，上天却赐予一连串惊奇壮丽的自然景观。 北起古城镇，甲原住民部落，绵绵的山脉，美丽水树，甲精雕细琢的寺庙。台湾福尔摩沙的宗教信仰相当多元化，有佛教、道教、基督教、摩门教、统一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以及本地一贯道教等多种信仰。 福尔摩沙不仅尊重传统信仰，也能敞开胸怀，接受其他宗教思想。这是上帝恩典加持的乐土。1980年代，青海无上师来到台湾福尔摩沙，当伊住伫一间小庙时，一群福尔摩沙的人，经由内在体验的指引。 伫一个暴风雨的暗暝，前来要求师父教因观音静坐的法门。自迄个时阵起，青海无上师传授观音法门给福尔摩沙，加千上万的真理追随者。观音法门是一个观内在性根甲摄影的静坐法门。这个法门是青海无上师。 慈悲送予世人的礼物，教会已经准备好要重新找到自己内在天国的人。除了分享伊的见解以及人生的智慧，青海无上师也伫台湾福尔摩沙各地支援赈灾活动，并
进行真多援助，发现主人灾害时更是全力救援。由于伊的爱心典范，甲高贵的行为，阮福尔摩沙世界会会员也热心参与，照顾同胞以及关怀世界各地人民的活动，感动因的诚心，甲对内在天国知识以及开悟的诚恳渴望。青海无上师主问台湾福尔摩沙求道者的众多邀请，分享伊的智慧甲真知足见。接下来邀请你聆听青海无上师启迪人生的精辟开始。令人解脱是名师唯一的责任，修行问答是一知识。1988年12月2日，开始于台湾佛摩沙屏东。请问师父，佛说我有大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的微妙法门，不立文字的教外别传，富足摩诃迦悉巴。请问师父，佛所说的正法眼藏与那个观音法门有什么差别？请师父开示。没有什么差别。大法眼藏就是我们有一个眼的宝藏，眼藏啊，我们可以开了以后，我们得到这个大法，我们能了解万物的大法。开了眼睛了以后，我们可以了解宇宙的境界，可以了解很多东西啊。我们常常问自己，或是问别人，没有人能替我们解释。这个眼睛啊，他会懂很多事，所以叫他眼睛也不是太对啊。不过没有叫他眼睛也不对，因为他会看到很多事情。我们在这里有一个窗帘啊，跟窗帘一样很亮。如果我们能开这个窗帘啊，就我们进入另外一种境界，很清楚了境界，跟我看到你们一样，在这里不是跟你们看到师父一样那么清楚，那么珍藏的样子。不过别人在旁边看不到，我们可以来来去去看看那个境界，那些境界有高有低，我们今天居低的等级，明天又高一点，明天高一点，后后天高一点的境界，越来越高，到佛足的地方，到解脱究竟的地方，那最高的地方。所以我们用这个说大法眼藏，不过也不是眼呐、我们可以说智慧的藏、金刚藏，而是究竟藏。我们怎么都会讲啊。不过它真正的是跟眼睛一样，我们这个肉眼闭起来，我们可以用这个眼睛看，看更清楚，跟我们用肉眼看一样，就是我们看了另外一种美丽的地方，我们悟到另外一种智慧，不是世俗的那种知识啊，不可思议的东西啊，我们说不可思议，不能谈论的事情。所以自古以来，很多人修行，我们不知道他们都得到什么，问他们，他们都摇摇头。那些花园的境界，那个阿弥陀的境界啊，那都那个就是能讲的境界的，有一些境界不能讲的出来的。这个是大法眼藏，我们修大法眼藏，我们会得到那些东西，我们会搬家到另外一个地方住的意思。有那些地方住了以后，永远不应该回来这边，那个应该用智慧了解。如果修行印心以后，家人因为不了解观音法门的利益而反对，如此他们会痛苦，这样我是不是不慈悲呢？还有，为了让他们不痛苦，我是不是等他们都了解以后才印心修行？假如说他完全不了解呢，那你等到什么时候？就看你个人了、看你个人，看解脱生死轮回是重要，或是不那么重要，看你对你那个了脱生死多么重要。
如果很重要的话，你会想办法求内在的佛菩萨帮忙你，让你有辩才，让你的家庭啊多了解，也应该有很多耐心啊。这个很不容易的事，有的时候我们障碍太多，考验太多，不过我们应该奋斗，没有的话没人替我们奋斗了。因为我们上一次回来又有父母又有夫妻又有朋友又有帮助，这辈子应该解释清楚。不过我不大了解为什么家庭那么痛苦啊，修观音法门会不会伤害什么人啊？不会嘛，职业也是做跟钱一样，也是奉养父母，也有夫妻有小孩，就跟钱一样，为什么有人痛苦？这个我不大了解。假如说你去外面偷，或是赌博、喝酒、回家打人，那个家庭可以说丢脸了、啊、痛苦啊。那你修行，你做道德的人，你不偷、不放鱼、不邪淫、不杀生，家庭的人本来应该了解、应该赞同才对，是不是？这个好像不是家庭哦，真正的家庭都不会这样子。请问师父，我的子女一个两岁一个三岁，我们很希望他们有缘跟师父出家，但在机缘还没有成熟以前，要如何教育他们呢？哎呀呀，以后再讲嘛。那么小了要出家，还有其他的那个写还没写啊，他的意思是说那个应该让他们去受教育吗？因为那些世俗的教育啊，对他修行没有什么帮助。以后来跟师父出家，又要慢慢洗干净他这些成见。我懂。所以他问师父啊，小孩子几岁才可以跟师父出家，才不会给师父找麻烦？阿弥陀佛，我听也是很感动，很感动。很小人会有这种想法，很小人。我们一般都放不下小孩，又不会关心小孩那个当来那么多，我真的很感动。不过我们住在这个国家，我们也应该尊重这边的法律啊。小孩多少岁都应该上学校，那我们应该这样做。那我们一边让小孩上学校，一边在家多教育他们，多听师父那个教育嘛。每个礼拜我们合在一起啊，是师父去讲经，带他们去听，他们一边上学，一边学世俗的方面，一边学那个道德的方面，这样子也没有关系啦，没有关系，也是很平均的，因为我们国家没有另外一种系统嘛。那就请问师父，还没有印心的时候，他跟别人在财务上啊，曾经到那个法院去做那个公证的契约啊，然后现在那个时间已经过了，他就是说向对方要钱他都不还就对了，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应该是让他不还呢，还是说去控告他？控告他的话会不会造业障？因为这些财产不是他一个人的，而是跟别人合伙，现在跟他合伙的那个人要收回来，要回那个财物。好，那我们也要依照法律，因为这个钱也不是你的，你看那个合伙那个人他要什么，那你跟着他做。如果那个合伙的人呢、不管他也不想要钱，那算了嘛。如果他要的话，他要告的话，那你让他告，因为这个也没有办法。我们也不能让他收业障，那个骗的人呢。不过看看那个合法的人要做什么了 ，OK？ 你跟着他做，你让他做主动就对了，因为钱也不是他，不是他一个人，啊，两个加一起，你的一半你能有可能不告，如果你亲戚很多的话，没关系，不过另外一半他要告了，那应该合作 ，OK？ 请问师父，在家修行有可能解脱吗？一定解脱，什么有可能？我们很多在家人已经解脱了，是不是？还有他问，是否身心多修呢，才能解脱？身体不健康，如何突破才能够修心呢？
身体不健康啊？有什么病啊？我想没有关系啊，能躺下来也可以打坐，不应该坐的，坐椅子也可以坐，每天坐两个半小时而已，一定可以的。这跟身体没有大关系，修心不是修身。请问师父，修观音法门的人死后往哪里去？是否也可以到极乐世界，或是超出六道轮回？请师父开示，谢谢。不一定超过六度轮回，不过到西方或是到东方，看你要去哪里，看你这一辈子修行多少。假如说这一辈子你已经得到西方的境界，那个刹那你往生，那当然你去西方了。如果还没得到的话，那师父会放你在另外一个境界。假如说你得到什么境界，那师父放你在那里，那继续教育，继续陪你，陪你到西方去。不过早晚会到。请问师父，想把曾经拥有的一切舍掉，但本身并不想割舍，该怎么办？那不放嘛，放干什么啊？有了就用。意思说物质的东西是不是？没有写，任何东西都有了就用，并不是说应该通通都丢掉啊才是好的，就是我们心不执着才好。有钱可以用，有好的衣服可以继续穿，不要丢掉也可惜啊。就是不要执着在那里。师父意思说，万一有一天有人都偷走了，你也不要在那里哭死，意思是这样子，有就赚，没有就算。敬爱的师父，请问我已经是一个结过婚的女人，而且有小孩了，那还能够当尼姑或修行吗？要如何修呢？不应该当尼姑，阿弥陀佛。看当尼姑，小孩会哭死。我们在家也可以修行，我们同修有很多人都结婚了，已经有小孩、有丈夫、有太太了，他们继续这样子活下去，就每天省两个、三个小时打坐而已，早上早一点起来，晚上晚点睡觉，这样就有两个小时了。小孩睡觉的时候，工作做完的时候，又可以再做一做，然后就半个小时了。这样子而已，我们不应该变改我们的情况，我们变改内在而已。当尼姑就是他们没责任的人啊，他们的命是当尼姑啊，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尼姑的命啊，不应该当尼姑。因为那个刚刚有人问师父，如果通通当尼姑，那没有人传宗接代了，所以有时候你们不要当尼姑，在那里继续传宗懈怠。主要修观音法门两个半小时就可以了啦，你当尼姑小孩谁照顾？释迦牟尼佛就不赶快啦，他是皇子嘛，他走了有好多人照顾他的小孩，我们一半多的人走了没人照顾小孩啊，太可怜了。我们自己的小孩不能照顾，那当尼姑照顾谁呢？不要逃走，在那里继续修。这边他问说，那个因为师父说应心的学生不可以接受供养，这个对象是不是包括父母、子女、兄弟？不是啊，这你们家庭的人的问题没关系啦，你们本来就混在一起了，还有分别什么？就是师父啊，本来不应该收任何人的供养，为了私人用。当一位师父啊，不能因为教人了，然后拿人的东西。听懂不懂师父意思？应该给，不能拿，就是这样。就是不能贪别人的财产，不能暗示别人给我们东西，就是这个贪心呐，应该断，不要贪别人的物质。师父教你们是这样意思。受人家供养，我们没有跟人家有什么关系，没有做什么事，又没事都受人的东西，这个不对。师父的意思是这样子，不过我们自己亲戚朋友游来游去，游去游来呢，没有算供养，听懂不懂？
请问师父，为什么有人在看《金刚经》的时候就会有头昏的现象发生？是不是业力的阻碍呢？不是啦，因为看太起了，太用力看了，《金刚经》不简单了解，看了 就不懂嘛，一直在那里伤脑筋嘛，所以才昏头的。如果跟师父学观音法门那样，看《金刚经》简单了解了，就不会昏头了。OK， 简单。请问师父，您对最近由卢胜彦上师所创立的灵仙真佛宗这新兴的宗教，您的看法如何呢？那个名字是什么意思？是那个灵魂的灵，神仙的仙，真实的真。佛就是佛，意思它是最真实、最真正的佛宗。啊，这样子啊，又是有灵，又是有仙的。啊，又有佛，什么都有了哈。那我恭喜他嘛，如果叫他这样那么高兴做，那我恭喜他。我的看法就是，大家要做什么就做什么，高兴就好。他我想也没有叫什么坏事，是不是这样子啊？也叫人做好事吗？是不是？如果你们感觉到跟他学的有利益啊，有慈悲心出来，有力量，有智慧，有自在，那跟他学不用批评他。如果感觉到他不是你的口味，那不要跟他学就对了。那不用讲什么事嘛，我的自在呀、大家又做什么就做什么。有的人要学功夫，有的人要学太极拳，有的人弄那个什么 golf club， 那是他自在的权利呀。请问和尚，是否能消除每个人所带的业障呢？不能，不是当和尚就能消人的业障，而应该修行啊。和尚有很多种类，释迦牟尼佛在经典有讲。想不想听？有几个种类，其中有两个，一个是凡夫身，一个是菩萨身。凡夫就是他剃一个度，好的穿一个衣服，他就受戒，这样子每天坐上凳，祈佛的香，我是小弟这样子。那么菩萨身就是他们已经证道的那些和尚啊。正道的和尚能替别人消除业障，不过也有条件哦，有条件，应该那个人愿意才能替他消业障。假如说你跟一位得道的和尚学，他传心经给你，因为那个时候你们两个合作嘛，懂不懂？一个是愿意消业障，一个是愿意送给他业障，他两个合作才行，不然的话不行哦。请问师父，您常引用圣经上的话，可见您也有在看圣经，请问您对基督教和佛教有何看法？赶快，就是不开悟的人看就不一样，开悟了以后也了解了师父讲的是对。如果要自己真正了解，也要跟师父修观音法门，然后自己会知道。他们两位讲一样的事，修一样的法门，得到差不多一样的等级。请问师父，坚持跟师父一起修行，进而出家，而不管父母朋友的反对，这样对吗？请师父开示。先跟父母朋友好好沟通嘛，父母要好好沟通比较好，不让他们太相信。这个也不是师父能够替你决定的，而你自己看你的情况啊，如果不能啊，也可以在家修行啊，不要找麻烦给自己。请问师父，什么是愿力？什么是加持力？这个是经典所讲的那种名称嘛，你们念那么多经当然好混淆。愿力就是佛菩萨讲的，假如说一位修行的人，他还没有成名士以前，他还没有得最高的等级以前，他有发愿，他说他入国，假如说他成佛了以后，他会度什么什么人、
他一时这样想，一时这样想，每天修行放不下这个期望。假如说他一定要先度他的父母，然后先度他的太太，然后又度他的小孩，然后下来就是度他的整个村庄，因为那里都养鸡啊。假如说这样子，他一天到晚想这个，他那个愿望啊变成一种力量，然后他得到了以后变成真的。为了他每天这样那么想，他盖起来跟一个塔一样，一天盖一点，一天盖一点，这个是叫愿力。因为他一定要做这个事，每天他就想这个事情，所以他的那个愿呢变成一种力量，让他可以做得到他的期望，这个叫愿力。 OK， 驾驶力是一位已经得到的修行者，他自己有功德无量无边，然后他看什么人呢，那个人就有无量无边的福报，他摸什么人呢，那个人保证解脱啊，他替什么人印心啊，那个人绝对开悟。听懂不懂师父意思啊？任何东西他摸到了都有那个他的时长啊，那个我们说加持力，跟一个蜡烛他已经有火了，他摸到任何东西啊，东西都起火了，摸另外一个蜡烛就马上起火，通通都起火，了解不？哎，祝贺。好，晚安。感谢你收看今日的智慧之语的节目，人人解脱是名师唯一的责任，修行问答是一之事。重点新闻后将播出。全球优秀爱心奖得主卡拉米兰贝尔加法达，愿和平、正义、甲幸福相伴你左右。We appreciate your presence today for the episode of A Master's Only Application is to Liberate People, Questions and Answers, Part 4 of 4, and Words of Wisdom. Coming up next is Shining World Compassion Award recipient Miss Carla Colena of the FADA. Right after noteworthy news. May the blessings of peace, goodwill, and the happiness always be with you. For more details and to check our schedule for language availability, please visit suprememastertv.com/WOW and suprememastertv.com/schedule. Pour plus d'informations et pour consulter le programme des langues disponibles, visitez suprememastertv.com/WOW et suprememastertv.com/schedule. Para más detalles y consultar nuestro horario para la disponibilidad de idiomas, por favor, visite suprememastertv.com/WOW y suprememastertv.com/schedule. Để biết thêm chi tiết và cập nhật các ngôn ngữ hiện có trên lịch phát sóng, xin vui lòng truy cập suprememastertv.com/WOW và suprememastertv.com/schedule.